4月4日，周立波在微博晒出一张和老婆的合影，两人都身穿黑色大衣，戴着墨镜，十指相扣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正是几天前第八次庭审时的那一身衣服，在照片上还披上了两句话：鸡蛋的不幸在于对石头的误解，我的不幸在于我就是那块石头。几天前，周立波在美国涉嫌涉毒持枪案第八次庭审，周立波全程无惧，并且大称我无罪。据悉，这次庭审由于检方未传讯当时拦下周立波汽车的美国执法警察，这起周立波涉毒持枪案又延期到5月7日开庭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